Hello，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个亚班尼初代，它是一款轿车，那升级的话是40万，后驱改造满3万块钱，刹车7000块，保险杆有这4种，1、2、3、4，我选。客制化好的，最贵的，后保险杆也是圆滑的。诶，圆滑有什么差吗？多一个边而已哦。那底盘、天线，移除天线，原本是有天线的，应该是小小的那个。那经典天线、隔间天线。好，最贵的装饰彩绘雨刷，那个彩绘雨刷好了，油箱主色调，引擎最贵的哦，雕花耶。那这个哇，大涡轮套件最贵的4万块，引擎调校6700，排气管。雕花隔合金，从下面才看得到它的雕花。OK，那水箱护罩，雕花，全部都雕花就对了。那哦，玻璃引擎盖，可以看到玻璃，那纽扣，哦，引擎盖。扣罩，所以它完全没有盖子啊。然后移除引擎盖，扣罩就是多一个凹槽而已哦，像这样子。那既然都要外露了，那就移除吧。那液压装置，是最贵的。内装、装潢、颜色就随便选一个，贵，4万块。装饰，哇，阴森小屁孩，他居然点头了。那仪表板随便选一个，方向盘，把我浪死哎，排挡头。哦，来个手榴弹。那四板，西部好。诶，车内音响有这个，哦，3个耶。啊，这个加霓虹灯的极致，哦，这也太多了吧，喇叭。好，就这个。那内装颜色随便改。车灯、霓虹套件、小马粉不错啊。我看看涂装有什么东西，经典细笔的，然后精致，银色叶纹，然后红色花朵，红色花朵在上面，黄色花朵，消色擦水样。蓝金花叶，蓝金花叶有什么好看的吗？酒红色方块，看起来差不多啊。好了好了，随便。那喷漆，带个亮金属黑色，是什么颜色啊？车子好像要配深色的，那亮橘色好了。那副色调换一个，让它图案给凸显出来。哇，它这是改你内衬的，酒红色吗？还是橘红色好了？OK，那装潢颜色
艳红，那导流板第一根高，最高的，那尾门，尾门是什么？移除后面那个 mark 啊。哦，那是徽章。OK， 那变速箱啊，千块。后车厢，哇，小客车的，小客车喇叭，双低音后车厢喇叭，哇塞，是我家霓虹灯。高低音，哇，高级低音后车厢喇叭，那么高级啊，极致的，太屌了吧，啊，就买了。那涡轮30000块钱，车轮类型，原创好了。哦，放射线，那随便改个颜色好了。啊，我觉得还是搭配车体颜色好了。那款式，款式。经典白面强化胎，然后烧胎烟雾黄色，车窗淡色吗？淡色好了，好，没了。这台也可以跳哦，短音短音，打开蛮帅的哦。为什么它转弯都会这样子？哦，故意的，他耍特技用的，好屌！加速好慢哦，好像除了女妖跟那个卡林王者，其他都很慢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。